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。拜登的身体状况，他今天他的医生给他做了一个汇报。白宫的首席医生好像都来自于海军医院，都是海军军官。那他的医生呢，做的汇报说，身体状况在转好，还就一切都在转好，但是呢，增加了一些症状，浑身疼，喉咙疼。浑身疼，喉咙疼，身体状况良好。如果你查他细节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他当时星期四出状况的时候，他没有说，他就说一切是轻微的。其实，在星期四发烧了，应该是。他的华氏，他讲华氏了，华氏将近100度，应该是发烧了。啊，他其实发烧了，所以他星期四呢，立刻给他吃药。隔离吃药，然后把温度、体温降下来。我跟大家介绍过，拜登有一个，他吃这个辉瑞的药片呢，有一个很冲撞的，就是他自己有心肌，有自己有血栓的问题。他平常就吃药来保证，尽量胆固醇别太高，血栓不要太多。但是这种药，中共治疗中共病毒的药。跟血栓是对立的，所以是两种对立的表，对立的东西，所以他就把治血栓的药给停了。很显然，美国对于这个问题呢，因为他的年龄问题，非常小心，也非常非常，我感觉是非常小心。为了能够，他为了能够平息舆论对他的猜测，所以他在坚持露面，以这种视频的方式。结果他今天做了一个汇报，完成了整整2天的吃药的治疗，两天的吃药的治疗，所以他讲说他症状有所好转，而症状好转本身应该是没有发烧，但是咳嗽、喉咙痛、全身痛，这是他表现出来的，所以很。你不，我们说不，我们只能说不好。人家医生说好转，咱就说好转。他在昨天见记者的时候呢，他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在咳嗽，一直在咳嗽。而他确诊的病毒是赶上最新的病毒，BA.5，所以他比较时髦，传播很快。那 BA.5 呢，也就表明现在的疫苗的一切对 BA.5 没有任何作用啊，没有任何作用。那福奇也是打四针，他也是打四针，所以基本就是一个，我们看基本就是一个就这么个故事。那他的医生讲说不那么麻烦，如果不那么麻烦的话，那就是曾经很麻烦。喉咙痛、流鼻涕、咳嗽，这个全身疼，这就是基本能够确诊啊，能够确定的状况。那他所分析的本身呢，我个人觉得比较保守，但是也就释放出一些前后曾经被掩盖的一些内容。那人们对他的关心就是说他会不会出事，很多人认为他就会不会出事，都是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。那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呢，就是他得病，我没有看到媒体曾经在川普得病时那么大范围的宣传。那么大范围的那种分析宣传没有，啊，很显然这是媒体对他的袒护。那作为这个保守派的媒体，保守派的媒体通常不是像左派的媒体那样的穷追猛打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保守派的媒体呢，他总会觉得这个人是个老人，79了。如果加深去加大他的压力来讲，从道德的角度来讲。是不太道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大家也会看到，哦，说拜登病了，病了就病了，也就这样了，他没有太多的那种恨他不死的那种感觉，没有。但可以很显然，很多人觉得就是哦，他终于阳了，终于如何了，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。白宫医生说他患有高度传染性的新的。他的症状说中度症状正在改善，到底是中度还是危度呢？
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，这话看来是有问题的，因为第一天就说是微，就是它很轻微的，用的 mild。那有些朋友就解释说，涛哥，如果 mild 在英文里面就是轻微的，但是现在知道他发烧了，所以从发烧退烧转到了全身痛跟咳嗽。如果我们从感冒的角度来讲，这是一个病情正重的时候，对吧？他这个状况跟我们通常说的感冒比较类似，他们惧怕他发烧，所以把发烧压下去了，用药物。但是如果全身痛的话，喉咙痛、咳嗽，如果这些都有的话，其实是正在病重的时候。那你，中共病毒跟它的症状，跟感冒的症状极其类似，到它现在也是极其类似的。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就这么听，就这么看，其实它在描述的东西有它掩盖的，有它发展的。所以我不认为所谓的有所改善，不是。如果他讲这是真的话，其实是他病情在真正正鼎盛。如果他病情期间的话，他达到5天或者7天的话，其实他是最高的时候。症状 BA.5，去年年底出现的，目前美国绝大多数是这个。医生叫 Kevin，是个博士。说他拜登早期的症状，是流鼻涕跟咳嗽，已经变得不那么麻烦了。星期四的时候被诊断的时候，没有提到喉咙痛或者全身痛，所以这是我们讲，其实我不认为这个是件好事情，所以就是在我只能说，我个人以为只能说在过程，所以这是他医生发出来正式的通告。那从生命体征来讲，血压、呼吸都非常正常，氧饱和度非常出色，没有完全呼吸急促的问题，肺部状况良好。那这种病就是肺部是最麻烦的，呼吸是最麻烦的，对吧？那他如果进入了呼吸状况的话，那就得上吸氧气了，就是当初这个叫什么？强森。英国首相其实他当时已经上了呼吸机了。那老人上了呼吸机，那是非常非常麻烦，所以他那不会影响到他的治疗状况，所以这是他的医生。那星期四状况出现的，当时在白宫隔离了，那吃了药，星期五吃了，第二天 OK 了，所以他的年龄让人们认为他很担忧。那他重申呢，是按照疾病控制中心的做法呢来保持他的状况，所以这是昨天他当时开会时的场面。所以昨天开会时的场面呢是蛮有趣的，我说句心里话是蛮有趣的，就是白宫为了来表现他 OK，这个陈设装置，这有点舞台效果，所以。我们只是从这个他的舞台效果，无外乎是表现他没有事情，所以我不认为他所表现的一定 OK，就是我们只能说观察，说句心里话是观察，不好说的。在预言当中，很多预言当中，他身体是有麻烦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感谢朋友的支持。